煎这个辣椒煎的好好吃。红薯尖尖，这是我用那个玻璃杯种的，肉采摘了。来个霉豆腐，独立包装的，哇，好细腻，我吃的是香辣口味的。自己做的梅干菜扣肉，好香啊！好吃。没吃完呢，差点掉了。
酸辣泡椒。好吃的太过瘾了。我今天糯米笋是用这个辣肥肉炒的，平时的话咱们用那个青辣椒炒，用肉丝或者用五花肉炒都很好吃。上满仙家的这个糯米笋啊，现在活动价19.9发七袋，然后呢每一袋是300克哈，可以炒一大盘。它配料表很干净，只有那个竹笋水还有食用盐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。喜欢吃笋子的或者没有吃过这种嫩笋子的，大家可以试一下，很方便哈。就是炒的时候呢，我今天是炒腊肉，放了点生抽，放了点辣椒。平时如果不吃肉的话，就用青红椒炒一下，放点那个盐、鸡精，放点那个生抽就可以了。它是原味的，没有别的味道，很嫩很嫩。喜欢吃这种笋尖尖的哈，你们可以一定要去试一下哈。我们到手是七袋，支持试吃两袋的。很好吃，很嫩。
太好吃了，拜拜。